日是7月1号加拿大的国庆，我来了Esbridge 那个 park 那里拍那些烟花。现在看到个天色呢，在video 这个机呢就是紫色的，在相机这里呢就不是紫色，但个色呢紫得来是很漂亮的，即是不用回去再执。而家個天咧就比較黑好多，咁但係個色咧就依然仲係紫粉紅色，係好靚。晚霞的红色呢是很短暂时间的，所以呢就尽量。